比较挺让人挺亲切的。果子，果子，果子，又给他喂药了，妈妈。这次喂了几颗呀？十颗。十颗呀，又给他喂了，刚刚。对，应该是年轻的小弟弟小阿姨。你这个擦得太紧了，万一他们一般苹果掉地上了，那他们会他们自己捡呀，用鼻子捡起来。他鼻子很长的，就坐下去他就。谢谢你的回应吗？他说他还想要。哦。给我，我还想要。他鼻子是软的。嗯，他说他还要。因为他太冷，是被冷的是痒的。